啊，每场1,000C 啊，未赢过本路程嘅话，而家系跑1,400米，赢过嘅系2,3,4,6,7,10,3,14，哇，好多七只，隔晚大热就系7号，上仗成绩好嘅3,7,8,10。二号马路罗富全话连续两场14名，但本路程系赢过嘅喎。二号马路啊，而家由梁家俊骑，四号又系美好世界罗富全18倍，罗富全有两只马，一号、二号。4号、5号，哇，好鬼多啊！真系1、2、4、5都系佢嘅。四号咧就系上次第十，前次第三，再前次第一，美好世界霍宏星。咁多只马都唔知边只啊！真系5号 Eason 本路程冇纪录嘅。上次11，前次第5。伊神一先生姚本辉19倍，一先生好厚啊！上次第8，前次12。哇！罗富全出4只马一齐喐咧，一齐缩咁样就系影响大局噶，真系六号仔一先生。啊，买翻梁明伦嗰啲都好啊，真系红外社呢啲咧，啊红外社啊，2211，即系两最近4次2个 Q 2个 Win 5倍。黎超星马房唔系喎，方家柏马房唔系喎，文家良马房7号，8号就方家柏，9号就黎超星，7号啊呢只啊上马啦。杨明伦连骑4场，场场有 Q， 2Q 2Win。9号敏捷神驹，9号仔，哇好多飞喎。黎超星马房9号，潘顿，哎，潘顿今日真系上嗰只金枪武士跑第4，上一场只大热门1号跑第唔知第5定第6。敏捷神驹呢只马，潘顿上次第5，前次第10，唔应该咁热啩，系咪啊？敏捷神驹9号，本路程冇赛绩嘅，最叻第4名。10号旺旺神驹希威森，沈泽成7倍。旺旺神驹反而几好啊，上次第1，前次第4，再前次第3。嗰只自力更生落咗飞喎，40几倍变成20几倍。就是好后先落的。11曾佑上次第7，前次第9，董明朗赢过的马是2,3,4,6,7,10,3,14，上次成绩好的是3,7,8,10。这10号7号那些很多人揀的，应该又落咗马，11号，董明朗曾佑，12号咧就新马初出叫智取神驹，智取神驹，12号艾兆礼，
好似唔係幾夠信心咁啊！即係啲飛數睇起就嚟啊，十二號。十四號紫色嗰啲咩魅力之遇，魅力之遇都好好成績嘅喎，魅力之遇試過有第三名。十四號贏過本路程，上次第六，前次第九。呢只叫一先生喎，呢只班德禮。后面只叫红爱社，赢好多次，位置大热。九号咧就是 Win 大热，哇！呢位红爱社喺呢度，呢位红爱社啊。几好啊！呢个蔡俊佳要七号十号，我都要七号十号。即要氣威心啊！即要揚名論氣威心啊！九號而家係大熱門，不過潘頓今日啲大熱門隻隻都唔掂嘅。K 姐咧就要九號、七號，其實七號都加咗好多分嘅七號啊，但係咧佢係穩健啊嘛，係咪？次次唔係二就一咁樣啊嘛。Michael 要七號、三號、八號、九號，即九號好似好聚焦咁啊！敏捷神區幾個主持人都有揀九，我要七號、十號。你咪講咗咯，呢個九號、七號、十一號、六號、九號係咩嚟嘅？九號敏捷神區潘頓大熱門。十號呢一隻咧就係綠色衫咧，就係旺旺神區上次第一，前次第四。係 Jenny 姐要十號 ，Jenny 姐要呢個旺旺神區，幾好啊！唔要七添，要十號、十四號、九號、十號、九號，九號都好聚焦，七號、九號好聚焦。嚟到今日嘅尾場賽事，二班千四米，成為大熱門就敏捷神區，47蚊。其他有四隻馬同佢啲票數都好接近嘅，武林密碼啦、紅愛社啦、旺旺神區魅力之餘，好啦，有馬入閘。首先見到咧就智取神區，再嚟就伊神，跟住落嚟係馬佬。十三號馬總理相當之冷落啊！呢個總理臨尾旺旺神區都起啲飛嘅。好啦，馬佬心律不正之後嘅復出，再嚟大熱門敏捷神區。另外中華聖景魅力之餘搞掂，跟住係美好世界。入正就五隻馬嘅美好世界，跟住係曾友一先生，另外就紅愛社同埋旺旺神區嘅。好，今日嘅尾場賽事亦都準備就水啊，交曬俾你啦，浩然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十場賽事，二班千四，大熱暫時顯示係九，準備。好，第一開閘的時候都很平排的閘箱，前面快的嘛，美好世界快一點，中間八千絲，外面綠色衫的旺旺神區，第四位有馬佬，內欄第五是智取神區，中間黃衫還有一先生，好多層有曾友、伊神粉紅衫，出面是中華聖景，後面的五匹馬敏捷神區向尾五，尾四是紫色衫，那匹就是魅力之餘，後面三隻總理、淺藍衫是紅愛社、黑衫內欄暫時殿後是那隻武林
密碼嚟嘅。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，放頭嘅馬係美好世界啊，快過八千師添啊！馬路啊跟住第三啊，內欄第四有智取神區，中間黃三第五一先生啊，一路俾人頂住喺出邊喎。六三紅帽係旺旺神區啊，後多層啊嘛，粉紅三就伊神啦，等入邊咧仲有曾友啦，後啲嘅馬啦，敏捷神區啦，外邊位置紅三啊，中華勝景啊，尾四內欄係嗰只魅力之魚啊，冇林密碼，黑三紅帽亦都攞出去，大外當衝係紅外射嚟嘅，最後直路啦，美好世界拋離咗大半個身位嘅，咁啊見到中間等緊位曾友黃三啊冇位喎，中外當追嘅馬有旺旺神區啦，伊神啦，再後多層就冇林密碼啦，出邊位置上咗少少咧就中華勝景紅外射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啦，中間敏捷神區已經係追咗上嚟啊，埋邊有美好世界，中檔仲有曾友接近終點，曾友響埋邊，咁啊終點前將敏捷神區趕過埋啊，第三名美好世界，第四名咧旺旺神區就有啲力弱啦，冇林密碼就追上嚟啊，結果今場賽事以為敏捷神區有機會贏嘅時候，咁啊冷不提防埋邊曾友三幾個箭步將佢追過，美好世界第三，至於跑第四名嘅馬，應該係旺旺神區嘅機會高少少啊。十一号嘅曾友临尾又系飞到马道啊，董明朗啊夹住啊贺贤啊，十一倍啊咁啊胜出美人赛事啊，跑第二名九号嘅敏捷神驹啦，潘顿第三名四号马美好世界霍宏星，第四名咧先就只十号嘅旺旺神驹希威森。以为潘顿咧有花 win 啊，最后都系俾曾友过咗。佢睇佢临边啲飞啊，系啦，俾咗六格十一倍。上次快博嗰啲又咁落飞，又好迟嘅，系啊，头先都喺度夹住佢啊嘛，廿倍啊咁嗰啲时候。十一号赢咗董明朗，十一号啫嘛，上次第七，前次第九，十零倍啊，落咗飞噶，有六格噶临尾。几步啊？好，第一开闸嘅时候啊，都好平排啊，闸商啊，前面快噶嘛，美好世界快啲啦，中间八千师啦。睇下只红外射排得太后啦，即系你冲到，但系都系太后啦，真系。一号仔。八千師在前面有前速喎，格仔的回來有得敏捷神驅就在尾四，黑色衫武林密碼都是本路程有賽績有近績的，在這裡，但是這個武林密碼是跑馬地好一點的。四號現在在前面，美好世界霍宏星蓝色衫，咁咧就马老啊，罗富全其中一只马冲上嚟喺第二，咁啊红外射我买咗呢只咧，点追啫？人哋前面都系有能力嘅马嚟噶嘛，太后就唔得嘅，吓咁咧我就买只十号嗰只咧，旺旺神驹咧就好似有啲后劲咁啊，但系咧。潘頓而家上嚟啦，黑白格仔，咁但系咧裏邊有隻董明朗嗰度弊咧，最後贏佢一條頸位。嗰隻董明朗，即叫曾友，一百一十一蚊都落咗飛噶，都落咗飛嘅。四號啊冷門啦，四號美好世界，上次第十，前次第三，呢啲即係上次唔好，前次好呢啲啦。经常在冷脚那里出现，十一九四十，我买七号十号，一毫子都冇得收啦。咁啊，今日跑完啦。